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儿几个朋友吃饭，到了是这个，你看这个颜色，拍近一点，黄吧，12年的，到现在是11年了。这个酒体我们刚倒出来的时候闷，然后还有点涩，尾段还有点苦。当时我觉得这个酒咋回事，怎么会这样子的？浓酒12年浓酒应该不至于这样。现在可能有20分钟了，刚才我喝了一下，哎，很协调，入口之后这个酒啊顺而且滑，又顺又滑。这种酒它的香味叫什么香味哈？这个香味就是一种蜂蜜放了很久的一种蜜香，酱香就 不浓郁了，就是这种复合香完全体现出来了，沉香蜜香很舒服。顺畅，还有一点淡淡的一种药香，很淡，有一点，因为可能当初这个酒可能取药里面可能加了一些草药，整个复合香、沉香、蜜香加起来之后，再加上酒的时间长了，吃酸类物质比较高，它叫顺而且滑。一般的就不是叫柔，不是叫绵柔哈，记住，不是绵柔，是顺滑。好酒，浓酒，不愧为浓酒，老浓酒。敬酒，好了，来，敬你一杯。